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兔子先生欢迎你回家。哎，这霸道总裁习惯了，突然这样还挺不适应的。怎么还没回来？杨洋他们要来，你回避一下。我为什么要回避啊？我又不是见不得人。进来吧。哇塞，哇，太漂亮了吧。